胃寒、腰痛、胸闷、乳胀跟耳鸣。它的位置，骨头在这个骨缝取的位置是在外膝眼下面，基本上是四个指腹的位置，三寸。啊，取穴的方式，这个穴是掌理人体内肠胃的重要穴道，有肠胃方面的疾病都可以用这个穴来理肠胃。虚冷痰以及气血不足、月虚的女子专用这个穴道。取穴的方式用这样，这个外膝眼上面四个指腹的位置取到骨那里。针灸歌剧里面有“若要身体安，三里不可干”，可以逐渐它在保健上面的功能。一般都是用灸的方式，针灸灸的方式。一般这个上一次我们在书影会讲的，用吹风机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，就用代表代替温灸啊，在先取到外膝眼，经过四个指头的宽度到足三里的位置。什么叫做三里不可干呢、啊？你既然用吹风机，不是一吹了就干了吗？皮肤会干吗？灸啊，用来灸啊。好问题，好问题。直接灸它就起泡，起泡了以后不是流水吗？他说你要身体要安的话，你那个地方不能够干，经常让它能够有机会流水。流出来。有那个起泡以后会有这些，吸水泡的，吸水泡。那热敷带，热敷带可不可以？用热敷带去敷这个地方？那就一个点，热敷带太大就不行。也不是不行啊，就是效果可以更。那个吹风机效果好，因为吹风机没有集中在一个点上面。吹风机也是一片，多一片也是大块，也是大块。热敷比较大块。当然，它这个以前是用的灸的方式的话，点有点的功能，面有面的这个效果，所以要看你要取什么样的效果，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，做处理。好，所以要在小腿前外侧抚一下三寸，胫骨前缘一指。它的功能是健脾和胃、通经活络，适用于急慢性的胃肠炎、痢疾、阑尾炎、便秘、冠心病、贫血、耳鸣、失眠、高血压一些病症。另外有一个取穴的方式，就是直接手掌按在膝盖上面，刚好它这边是中指压到的位置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来取穴。不好意思，如果像我有贫血，我有地中海贫血，那我用那个吹风机吹吹我的足三里吗？其实我认为你建议你用手指按压就可以了，或者如果压得到，你用手指按压也可以拿到效果。用吹风机吹不是更能量越更大？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个，就是怕起水泡，是不是真的你能够受得了那个起水？真的到起水泡，你是不是会有？哎、啊，要到起水泡才有用啊！是这意思、啊。刚不是说控制到你的吹风机的温度？看你要怎么掌握的。就是这样的，可以就起泡。那个，你用吹风机你要耗电，你的手不用，你手会运动，你血液反而更好。哦，所以还是用手按比较划得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先介绍钟教授整理的那些穴道，至于详细的一些穴道的这个机理，或者说有兴趣的可以再去深入研究。啊，我们这只做一个导引啊，就是简单的介绍。好，第四个委中穴在足太阳膀胱经上，它的主要症状是腰背的僵直，腿膝伸屈不良。热病汗不出，虚汗、盗汗、足软无力、膀胱发炎。它的位置在脚膝眼，膝盖的后面啊，这正中间膝窝的位置。膝盖后正中间，因为腰背受伤、坐姿不良导致的这个腰背骨及脊椎产生酸。疼痛感可以用指压、推拿或者按摩，会得到好的、很高的一个功效。按压的方式可以用两个指头，这个是应该是帮对方压的，手指会压到这样，腰里吧。
这都是网络上挤的，网络上截下来的照片。这个穴位在中医针灸上面是禁灸的，但是我们用手指按摩就没有这个顾虑啊。是统穴里面的腰背委中穴啊，对，针对腰背的部分呢，按委中的穴道可以做一个舒缓。这属于太阳膀胱经，太阳膀胱经走的是背后的整条道这个路线啊，从头顶到下到这个脚底。请问它可以上冠？不行。什么？拔罐，拔罐是可以，对，但是就是你技术还是技巧的问题啊。如果你温和一点处理，不要太激烈的，目前都可以。但目前这边只是讲禁灸，那照片上我有看过拔罐。功能包括舒筋活络、泄热清暑、凉血解毒，用于急性胃肠炎、腹痛、遗尿。腰柱瘤、坐骨神经痛、脑血管病后遗症、湿疹、腰扭伤、皮肤瘙痒等等。它的取穴位置。然后第五个穴内庭，是足阳明胃经的位置，胃经的路线。它的主治症状包括牙齿痛、扁桃腺发炎、肠胀、消化不良、腹部急痛、泻肚、急慢性的肠炎、胃痛，因为它属于阳明胃经，所以在胃经上有相关的一些症状都会做一些处理。在第二指跟第三指脚趾的这个中间，有些对于胃痛跟肠胀、消化不良这些肠胃不适的疾患都有明显的效果功效。大致的位置在这里。用指压按摩技巧，必须要把这个穴道抓的手法技巧要做好，才能达到它的功效。内庭穴，在补充说明：清热解泻火、理气止痛、牙痛、牙龈炎、扁桃体炎、胃痉挛、急慢性的肠炎、三叉神经痛，这些病状都是它的主治功能。继续第六个穴道，曲池，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道。主要症状包括牙齿痛、手肘痛、月经不通、胸中烦闷、皮肤干燥、头胀痛、膝无法弯曲，就在手臂、手肘的这个上缘。本穴是止痒美肤的名穴，也是疏泄邪热、以利筋骨关节气血的运行。取穴的方式，用曲肘90度，这个肘横纹的末端这个地方取穴。如果取穴准确的话，指压按摩的方式效果会好，但是你要手法要能够抓到。快速取穴方式就是曲肘成个直角，肘横纹尽头就是这个穴道。它的主治功能清热和阴，降逆活络，适用于急性脑血管病后遗症、肩周炎、肘关节炎、发热、肺炎、扁桃体炎、乳腺炎、高血压等些病症。第七个承山，属于太阳膀胱经，足太阳膀胱经，主要症状是腰脊脚酸痛、便秘、脚跟急痛、滞脊等等，是接着尾中往下到这个人字肌的地方。它的功效在于舒筋活络、调节腑气、缓解腰酸脚痛，对痔疮、抽筋、脚疾都有良好的效果。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分叉点，一样在指压按摩的方法，虽然比针灸差一点，但是如果你手法技巧做得好，还是有它的功效。它主穴方式是直立足尖，一个足尖着地，在腓肠肌下部出现的人字纹，人字纹下方凹陷的地方就是承山。
自稳。主要的功能是理气止痛、舒筋活络，适用于腰膝劳损、腿长肌痉挛、下肢瘫痪、痔疮、脱肛、坐骨神经痛、小儿惊风、痛经一些病症。第八个穴道太冲，是足厥阴肝经原穴，主症在头痛、胸痛、小腹痛、腰痛、膝痛、阴部痛、便秘、黄疸、淋病、虚劳。它的位置是在大拇指跟大脚趾、二脚趾这中间这个指缝的顶点。这个穴可以熄肝火、理血通络、调理产后汗出不止、月经不通 的这个症状。沿着这个指缝往下走三寸，四个指缝，三个指缝。这个穴应用在腰椎麻醉手术上恢复期，有促进排尿上不错效果，就是以针灸的方式做处理，在教授的书籍上面摘录下。我们这个资料上的太冲的位置不太对，印的资料上太高了，所以要沿着顺藤摸瓜，往这边往上到底，原则上是这个骨头摸上去已经到了两个骨头交接的顶，那个顶指缝那个地位置。主要功能是泄热、清利、下焦，适用于高血压、头痛、头晕、失眠、多梦、月经不调、功能性子宫出血、腹部腹痛、腹胀、咽喉痛、喉痹等病这个病症。跟各位补充一下，就是这些，因为这些穴道是刘老师讲两天前跟我们讲说这个要跟大家介绍，所以是临时从网络上抓下来这个图案，所以这图都没有再经过很多校正，有些如果有错落的话请各位包含一下。